来吧，朋友们，走，你带路。去！从手中溜走。天哪，俊俊在干嘛？你们在干嘛？没有，我们话说，只要接到一个在正在，可以许愿吗？没有，就好运一整年。所以我要去接了，我要找到工作。阿姨好，来来来，坐。我们去看一下你的房间吧。OK， 不过我的房间不在这一层。啊，你的房间在哪？对，这是我爸妈还有我奶奶住的地方，因为是两室一厅嘛。我的房间在楼上。楼上。对。走吧，它这个房型很特别。它其实这就是两套房，对不对？对对，买的时候就两层。这个露台是你家的吗？是啊。哇。哇。哎，这很棒哎。激动突然，对呀、啊，这太棒了！世外桃源哦，世外桃源，世外桃源。这是你种的吗？自己种的。这是萝卜。哇，可以进来吗？可以进来。为什么要有这个梯子啊？这是我放衣服的地方，对，就平时取衣服特别方便，我全挂这儿。那要衣柜干嘛呢？不够方便。哎，你有这两个东西，你是拍视频啊？对。我是在拍短视频，我一直把它当做一个缓解焦虑的方法。还有不是这段时间暂时没有找到工作嘛，就还可以赚点零花钱。好专业，这个我在欣姐家里见过。哇，这个是、梳妆台，我平时就是这样蹲着开始。哎，这些东西就是平时用电脑全部在这儿，给你演示一下，这样就这样吗？对，就这样。而且还有这个东西充分体现了工业风的作用，丝白落地，白色的柜子，一个非常普通的床。我真心的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努力，使他这个空间是专属他的，是适合他当下阶段的一个生活的。我激动，期待，特别期待，期待。你看你现在到哪儿摸到了吧？这是我的门是吧？对对对，所以小心啊，迈过去。哦，隔断了这儿。对，加了一个隔断嘛，就是给你的这个空间分了一个区域。我的房子就空间一下感觉多了好多。我让花朵嫣然为之摇颤，我让鱼儿嫣然为之追赶。你完全可以在这里边工作，然后喝个茶就很舒服。这个真的好惬意啊，我觉得。然后你看，我好喜欢这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吧？对，我好喜欢这个架子。我就要跟你说，这个架子跟这一面墙，这些架子都可以放你平时小的物品啊，然后书籍啊，就是把你美好的东西，甚至你美好的过往，全部留在这面墙。嗯。我们每个人都给你写了一些祝福的话。心是吧？对，里边衣柜还有好的东西，火火送给你的衣服，我好喜欢，超级好看，超级超级好看。来吧，我看一下你的禁区。好好看哦，本来就很好看。我很喜欢这个色调，是吗？对。然后不要再蹲着化妆了。猴子，还要给你搭了一个小的咖啡机，就是朋友来之后可以真的起到咖啡厅的作用，可以喝个茶，喝个咖啡啥的。我想要的都有了，没有想过的，你也很贴心的就准备了。做设计嘛，就是量体裁衣，针对性的。你在这个空间里没有违和感。我好喜欢这个地方，真的好喜欢。谢谢你，真的谢谢。谢谢谢谢。哇！到了。
真的房间好干净啊。哇，你家真的好干净哦。哎，你知道养宠物的家里这么干净很难得的。对啊，而且没有宠物的异味。这是你房间吗？是的，我房间。哎，你看他连化妆台那么多化妆品都那么干净。哦，好整齐哦。他太干净了。嗯，他们家真的是太整洁了，用一尘不染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嗯，没有一个多余的东西。这个花呢，也是你平常有兴趣在插花的吗？这是我妈妈买的，她喜欢的干花。还有一个钢琴，你平常会弹钢琴吗？嗯，以前会弹钢琴。哦，现在不弹了。现在为什么不弹啦？没有什么想法，感觉尘封已久。嗯，所以钢琴也是我妈妈给我买的，而且她当时说买的时候，也就是说把当成那种嫁妆一起跟我，对，就跟我一起陪我过去。这是全家福。全家福。是的。这个是爷爷奶奶。这是外公外婆。外公外婆。嗯。这个是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你看他是不是真的？你仔细看，他跟爸爸妈妈都像。好可爱。那接下来我们就分趴开始吧。我好像听到狗狗的叫声了。啊，是的。哇，这是你房间吗？你是的。哇，平时这个阳台就是他的地盘吗？嗯，是的，空间还挺大的耶。对，还有很多花。你平时是养花养植物的？嗯，没有养，但是我会比较喜欢买这些东西啊。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我每次过节或者是她什么生日的时候就会买鲜花给她。他会很开心。妈妈很喜欢植物是吧？嗯，是的。他最喜欢什么？他最喜欢的是玫瑰。我每次也会给他买玫瑰。哇！而且我妈妈也经常会待在阳台。是吧？因为我们就阳台这里可以有阳光进来。哦，阳光采光比较好。是的，然后我妈妈也会在这里晒太阳，她也会躺在这里晒太阳。哦，她还是比较黏我妈妈的。她是吧？嗯、对，因为妈妈养她。对。那你会想帮妈咪改变这里吗？因为当时就是我妈妈她挺喜欢待在这里的、嗯、所以我还是想在这里就是单独给妈妈放一些她的东西啊、然后或是我想她的时候就可以单独跟她独处的一段空间在这里、明白好，她也喜欢待在这里。交给我、那妈你可以去客厅吗？我们去客厅坐坐聊聊。妈你也坐到那儿去。妈你我留了一个位置给你，come on。上来就要摸它，就是当时像客厅啊或者什么，包括家里都是也是妈妈照顾它，然后打扫所有、是的，会打扫卫生啊，所以你就延续了妈妈就整个也很爱打扫卫生。嗯，但是我是觉得家具啊装修啊整个都还挺，因为一直没有变过。多少年了？可能有20年了吧。20年。嗯，这都是当时妈妈选的吧。是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家具什么的，我印象中都是我妈妈选的。你介意我会把这些旧的家具或者是都换掉吗？这个不会介意。我站在我妈妈的角度来想的话，我觉得她也会愿意的。当然我们不要彻底跟她说再见，就是这些东西不要彻底说再见，我们留一些有念想的，对吧？不是希望他彻底的忘记或者是忘掉妈妈，希望女儿跟妈妈这份感情藏到自己的内心深处，然后很好的去面对自己将来的生活。但是昆凌，你有没有感觉坐在这儿你会觉得你的这个沙发这个对于这个空间过大？好像是好像有职业病开始犯了、就是正对着是一个那个门口，而且好像是对了厨房。对，然后其实是这样，我是觉得空间分区上不太舒服，你觉得吗？我是觉得有一点空，而且我觉得那个餐桌的那块区域你看、就是在这块。你们平时现在还做就是做饭多吗？不做饭了、很少做饭。对啊，我自己在家也吃的很少了。那你平时就是你还想去就是家里做饭呀，或者是朋友来了过来招待朋友吗？想有这个空间吗？因为我想知道就是这个空间对于你来说有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会想有这个空间。因为以前就是一家三口的时候都会就是正正经经的一日三餐都会在餐桌上吃的。那时候也是这个桌吗？
嗯，也是这个座，它会摆在中间，嗯、然后会有三个位置都会出来、啊。对，所以在家庭里边，餐厅其实很关键。对呀、啊，它是整个，就是我们在整个家庭里边最温暖，嗯、然后最和谐。那静静你呢？你有没有想要改变或想要达到什么？你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帮你？我也就是关于餐桌吃饭的这一块、嗯，还有阳台，就是可以有个独处和妈妈独处的回忆的地方。对，就是说想把妈妈跟妈妈曾经有过回忆的地方，都重新再回到当时那种温暖，是吗？嗯，其实我觉得我后期我可以努力把这个区域变得更舒服，然后更平时你们可以就是有朋友啊，然后跟你爸爸呀、啊、坐在这里边还是很温馨的用餐。我也是比较想这样子的。你想吗？嗯，想的。可以。对呀、啊。交给我啊。因为静静本身还很年轻嘛，我因为不希望她一直沉浸在这种悲伤之中，希望她自己将来的生活和她爸爸一起，还有那么多爱她的朋友，还有她身边所有爱她的这些人，很开心的生活下去。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对她整个家的这种环境的改变，重新有一个新的生活。哎，他们是买东西去了吗？对，他们好像去超市买年货去了，等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啊、快了吧。可以。我发现了，你真有强迫症。真的，我必须得把这个。而且你摆完之后，你会重复的摆。对，必须得调。哎呀，你别擦了。没有，我就难受。你别把静静的活都给干了，你都干完他干啥呀？哎、这是他的乐趣，你别不能剥夺。好，可以了。他一会儿进门，你可千万别这样擦。然后为啥？这个是他享受的过程，以及他整理思路的过程。我昨天也跟他交流，他其实这也是他跟他妈妈交流的一个过程。对、哦、你千万得给他留点活。好吧。对。那要不然一会儿我们把干的再弄回去。不用不用，那也不用，那也不用，那也不用。我们就一会儿期待他进这个房间的反应，他一定会很喜欢。我其实有一点担心。因为你把那个东西都换了是吗？这点还好，我就跟他说过嘛，我说你介不介意，他说不介意，他觉得他妈妈也会为他很开心的。开心、嗯、对，所以他这么说我就放下心怀了。但是还有点担心，就是你看这面红色的墙，就是大红色，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会觉得不是，因为我是喜欢、嗯、我是不允许我家会出现白的墙的。你家一面白墙都没有吗？没有，就是最浅的墙也是带灰，浅灰，因为我会觉得白色很冷清、嗯、然后我自己住嘛，我就希望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很热闹，然后我东西呢我也会摆的特别多，然后买很多娃娃就放在家里，嗯，就感觉就不会感觉像是一个人在，就是很热闹闹的。对对对对对。紧张，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啊、紧张。谁呀？静静，我是静静。 Hello，欢迎回家。哇哇，太好看了吧这个家。哎，真的很美啊。哎，这真的是我们第一天来的这个地方吗？然后你现在一进来，你看整个分区变了吧。这块是一个用餐区，然后这块又是一个客厅，但是你客厅的话你又不觉得这个空间小。怎么样？我先震惊一下。我开门的第一下就觉得这完全不是我的家，真的让我眼前一亮，有非常多这种很小巧可爱精致的这种摆件，以前的我们家就没有其他的桌，有任何这种设计感的东西，非常喜欢。黄姐，我觉得你这一块利用上真的太棒了，原来这块等于废掉了，没有东西，什么就是餐厅没有嘛。刚才之前是干嘛的？之前就是一个空的角落。而且你这幅画也很有味道，房间也变了耶。你卧室我还是保留了原来的蓝色，好看。我觉得这个好好看哦，海豚的超好看。嗯，女孩子都会喜欢这个。
这个区域你就以后自己发挥，铺个小地毯啊，练个瑜伽，做个简单运动。我从没有想过我会有一个这种可以完全独处的这种空间。哇，这是火火给你准备的吧？是的，都是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些颜色。昨天我跟欣姐帮她做了测试，她适合淡淡的，就是你今天选的几个颜色都适合她。看一下阳台，你看这个现在阳台稍微给你改变了一下，这边整个的就是一个储物的空间，对，把你和妈妈所有的一些美好的回忆都在这里面集中展示。然后我也给你准备了好多绿植，因为我知道妈妈生前很喜欢绿植。是的，她喜欢养这些。玫瑰，我妈妈最喜欢的那种红色玫瑰，象征的是妈妈的另一种存在，肯定很温暖的跟你陪伴在一起。你所有的空间，我不愿意给你把它填满。我希望你不但在这个空间，你可以想念妈妈，然后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同时你也有自己，要填充这个空间的一些余地。然后把自己的美好的东西也放在这里边。是的，我之后肯定会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很喜欢阳台，然后我肯定要把里面丰富起来，把我跟我妈妈一些共同的回忆会摆在里面。她现在跟我们说话都是面露笑意的，对，跟刚见到她是不一样。现在我家的样子真的很合我的心意，打开门，熟悉家的这种温馨和温暖扑面而来，真的很感谢黄琦老师。这什么呀？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超市自己写的。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因为觉得他家里缺点年味儿。我想，哇，你猜谁是谁的？昆凌写字是发圆形的，然后你写字是那种是桀骜不羁的。好，来吧来吧，上一点，右手再上一点，再上一点，好，差不多，再上一点点点。OK， 我突然有年味儿了。